嘅老屋住啊，阿笨都嚟啊，烂都嚟啊，我朋友个攞身俾我住，我俾我有政府嬲啊，你政府封咗冇呢地，我同我阿妈同我住，我阿妈死过，有时我做下散工咁咯，我脚行唔方便嘅，脚爆咗，我行唔方便啊，而家烂都喺度，我流水嘅，喺佢房间冇流水，而家封咗都冇咗。咁而家你使唔使？你有冇結婚啊？冇養緊仔女啊？定點樣？冇冇結婚喎，呢排都冇嘢做啊！食邊度有飯食咪去邊度咯。我有派飯噶嘛，香港門口嗰啲啊，租咗酒店有派面啊，派飯啊，喺度教會食咯，喺教灣啊，喺度啊，嘉明啊，人點去？以前我家裡，因為有家裡不適合我跑出來，想要做工之後有病。血压高，血高的问题。我很多年我生病没有看过医生的，一下子坐住爬不上来。最后他们帮我打电话，那个 MB 的，是吧？他帮我，他有医生的车来查我，说送我医院。他说我一定要进来，很危险了的。最后他安排给我一个老人院，甘东那边住休息一会。他以前认识我的时候，身体很肥的。很久没看到，现在看到我瘦了这样，我的免疫也很差了。因为我做这个病很危险，很多年没做工了。他不要去医院就很危险了，他坐住爬不上来了。这样有吃药啊，还是什么之类吗？那我中了，出医院吃药出来没吃，他没吃了没吃咯，顶到现在，只有这边有医生开查了，说要吃药了，吃这边的药。他的医药费了。一次洗是139，还不包括那些医疗啊、打针啊、验血啊。OK， 然后你的儿子呢？就是你的一个还小了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女儿21岁，儿子18岁 ，OK 一位。这样子，你儿子的话，费用那一边呢，也有用到什么样的费用啊？费用医药费咯，也是一样医药费啊。哥，可以问一下你的儿子是有什么问题吗 ？OK 有啊，哪一方面的？脑不灵活了，现在没有工作了。是谁在养你呀？养你跟孩子？哦，有时亲戚朋友帮助咯，那些朋友跟他同事商量帮200块这样帮，不过现在行情大了，就没有了，就 stop 了。我老公有病，心脏病，我条血压高，但冇做呢啲嘢啦，好似病心脏病咁样。有皮肤烂。哦，皮肤烂啊！我可以知道一个月嘅医药费。佢系政府嘅。政府啊，就系我自付佢只呢咧，车度你睇医生好富贵啊，一去咗翻啦，咪食嘢啦，50蚊一排。你而家系做咩工啊？我冇嘢做，我都做，我做都冇人有请我，我脚坏咗，我脚坏咗，膝头哥坏咗，唔好得啊！你睇我行我咁样啊，你就冇请我咯，另外就老咗咧，系啲老咯。我是13岁开始中糖尿病，然后13岁就开始打针了，打胰岛素，然后牺牲是应该是有1年前已经知道了的。糖尿病也是很累，所以糖尿病一时弄到做不到过。嗯，那这样我想问你的眼睛不方便也是因为糖尿病的关系是吗？啊，对。像我们以前是流浪，是吧？那里地方有睡过，就他们说这边有开一间，我们来这边看看咯，是吧？靠近这边咯。以前很多地方有教会啊、耶稣啊、圣约翰啊那边。以前我在这样流浪是去了10多年了。圣约翰那边有帮过他们1年，我帮忙不了。要是有时候有空，他们拍班。帮忙咯，这边有了我们都不用去到这样远咯。我系教会啊，圣文丁教会，咁啊阿 Ken 啊，阿
在那里叫我煮食给人家打包的、一个头就好像、1号到16号啊，一排啊。因为我曾经在更新森林跟了志豪，现在这个志豪啊是一起做服饰的，然后我们就出来了，神开路让我们出来，他开办这个重新市区，他推荐我去巴生城市之光基督关怀中心来服侍那里的吸毒者。经过 Emily 咯介绍咯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二，每个月来一次，很有意义嘛，我觉得他们的团体，做的东西是别人没有做的，因为很多有老人院啊、儿童院有人做了的，这个因为他之前有请过两个女孩子，又不长久，然后我们上到来觉得环境又很好，然后做的东西又很有意义了，又不会讲乱乱来，做得很好 ，OK。首先他们有温饱的一餐，有给他们冲凉，然后有信息给他们去，有牧师来教导他们圣经，相信什么怎样，然后他们会知道我们继续坚持的做我们的事工，他们会下去跟他们说这里有的吃什么什么，然后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他相信主耶稣，来让他的生命改变。他有帮我买药那些哦。教会有给我一个月有给我钱少钱哦。啊，我是来吃饭罢了，吃饭有时有偶尔会帮忙一下啦，像没有人手啊这样啊。有咯，给我们吃，给我们自由啊，要休息这边。为什么他开了在这边，我们不用去到吉隆坡，明天去到这样远的地方。那有空的时候他们派办那里，我有认识了，有空帮他们咯。哎呀，用一人煮，我煮煮食叫我来煮咯。有时又俾啲米我咯。有时我教会都系俾5元，一个月就俾100元我啦，津贴100元。教会你啊，俾我米我用啊嘛，俾米我食嘛，我欢迎咯，俾女我用嘛，咁样咯。好多谢，感谢主啦。有讲有笑，这样比较容易过了的歌，去肯帮忙穷苦的人的，这样有什么圣诞节啊，有派礼物啊，给红包这样啊，派红包啊什么啊，好像他九月还有一个活动啊，尽量支持咯，因为不是一天就可以成功的，一步一步来改善，慢慢改善咯。第一个想法，因为他是戒毒的团队来的，所以我就觉得是没有做过，我也是来尝试一下，我也不敢讲长期，可是做下来之后发觉他们真的很有热心，很有热忱，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个东西，没有要求回报，好，所以我们也做得很开心。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10多位，然后到去年年尾是增加的20多位，然后有以为是新年了，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月为止呢，已经平均是每个月30位了。他是背证书的，成绩很好。从年尾开始也帮他们染头发，因为需要给他们一个整体，给人家感觉好看。其实很多人是排斥，觉得他们很臭很肮脏，是排斥他们，我们希望是给一个好的印象出来，全部剪到头发不会好像很肮脏，也不像打劫那种形象出来啊，改他们形象。然后呢，很多也是很要求啊，要吹啦，要什么啦，尽量满足他们啊，做得到的就做，开心的做，欢喜的做。谢谢他，因为他是就是我的榜样，有时我们会软弱，就是啊，现在啊，他也是有问题也会软弱，但在最懒惰之中啊，我们还有弟兄姐妹啊来扶持嘛，我们一定要讲出来我们的问题。如果我们都有问题，我们不讲出来，然后一个问题你不讲出来逃避了，第二个问题继续来，因为我们人一定有问题，就是现在我们在家庭父母弟兄姐妹也会有问题发生了，
但是在这些问题发生时，我们要去勇敢的去面对，克服而解决。如果你逃避，一个问题大一个问题，到时要你受不起的时候啊，就爆炸了。